揉面团、做烘焙，暨外科诊所三楼经常传出面包香气，连患者都被吸引。他认为，其实我来给你买面包，听说这里面包店很有意思，表示呢有口皆碑的。 上人与中区慈济人温馨座谈，季邦杰医师分享，诊所楼上提供给志工制作烘焙食品，捐出行善。我在慈济，妈妈也高兴，然后她说设备妈妈就好，你们要什么设备，妈妈来出钱了。季妈咪她就发心，她就买了烤箱，结合社区志工来学习烘焙，体会慈济人文。 这里也成为接引菩萨的道场。我们烘焙坊出去的，素正的师兄师姐有60几位，这菩萨接引哈，啊接引来跟团功夫烘焙坊，竟然呢能做到大家人吃欢喜，大家人哈发心乐观，无私奉献，还有这一位。 难得赶紧来收集。改编农村曲唱的欢喜，董道明6月左耳中风，志工帮忙采收水果，他把所得捐出做公益。感恩各位师兄师姐用70天860轮次帮忙采，今年收成最好。董道明发愿。 以后年年都要捐。这个生态生出了这么好的果实，那搁再发心，当年拢会当去丰收嘛，吼，真感恩呐。上人期许大家菩萨道上接引更多人，一同净化人心，祥和社会。大爱新闻张桂端、林新宏台中报道。